找我的警察还没出生呢，我的幸运小车了。哼，你小子命真大。那那些人在哪里？我在一个非常秘密的地方，这座机。就是新装的，没人知道。阿伟啊，这都跟你学的。狡兔三窟啊！你学的还挺快。你赶紧离开三平，永远别再回来了。刚才警察在火车站布控，在抓你呢。都在我意料之中。 阿伟，那货怎么办？我也准备离开三平，到海边再搞呗。有货再告诉你。那什么时候啊？你这么着急吗？你是找死啊？啊？不想死的话，你就别催啊。有货我自然会通知你。 这里边哪号电话？这么电话吗？这能不能用吗？那就用有啊。打电话赶紧打电话去。打电话去给你。啊，你打窗户。挂号。这就走了？不要给他妈任何人说我来过，不要给任何人说。行，有人问我就说鬼来过。把他叫一趟，到银行那边去。这酒钱嘛收拾了。凭什么呀？人都知道我爱喝酒。你他妈能听我的吗？ 你能听我的吗？你听不，我干死你！我去你的！再给5000！钱！哎，老板，瞧我给你大脸里跑什么呀？ 您得好好审审他，站住！扣着！我跟小赵去让黄宗伟。哎，等一下，嗯，黄宗伟真的是啊？病毒是他造的，他都已经招了。什么？打开！这么高纯度的冰毒居然是本地产的？
报告领导，千真万确，就是黄松伟造的。在哪造的？我真不知道，我确实不知道。